可不可以有那种五四三二一？有没有那个板啊？对，他到节目来跟你们讲，我就带来，我家有哎。准备喽，五四三二 ，Action！ 耶！三毛妹，我们今天干嘛？来这边干嘛？晒太阳啊！神经病哦！夹子，我突然忘记要讲，没多久。来，我们这样，开头姿势，五四三二 ，Action！ 耶！三毛妹，干嘛？我们为什么来这个鬼地方？晒太阳啊，运动啊！哇，好热，哇，好热哦！运动一下吧，不然每次都在家里面都肥宅一样。我们这是肥宅啊，不然怎么会做实况组？所以要出来运动一下，带我们工作室的伙伴出来。要干嘛？测体能，然后还有测验伙伴的默契。我们默契很好啊，刚刚吵架打架，你的默契都好的。所以就是要来比赛一下啊。所以就是我们要分组。好，来啊。那我们要不要叫第一位进来？你叫第一位进来啊。哎、欸，第一位。第一位来。然后第一位还没穿穿呢。那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真有准备。他开始，我太急了，还慢慢来哦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在那边给我回去。是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平地。你有什么技能？我没有技能，就是。好，合格了，过来。好。这个我选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的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直接看下一位。你以为你有大声公了不起哦？我们直接看下一位，来，第二位入场。自我介绍啊。你是入场，你会什么？卖萌，你会穿史莱姆的衣服？对，没错，帮史莱姆打广告。你打广告，打广告，我喜欢，过来我这边，耶！为什么？不管就我的。为什么？我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蓝色的衣服跟蓝色的裤子就是蓝队。对，蓝队。对，下面一位。侧路，侧路，是吧？搞不好会变幕后花絮。偷拍台啊！偷拍台！我刚刚怎么可能？不会想啊！摄影师都不能玩，好可怜。好，来三二一。节目规矩，赶快几天再走一次，我要再走一次，麻烦你。好，打开